看，把两包扶手卸了，把两包扶手壳子，再把后头壳子卸了。后边那边还是个实线的，把钉合上了。啊，这如果死，快送去。这这一套也行。拿手不写写啥吧，你快一点，利索点。快点，把这钉子松开。哪边不松？把这螺丝松了。干嘛还得把那个给兜住？下来，把螺丝下来。这儿，在这直接不忙。你一天天的干嘛去？啊，他们行，把这儿的钉子再送回去，把它送回去。那是，从哪边的？快点儿，从这边。
这下边。下边你怎么拆呀、啊？下边。把两边轴承，这两边轴承卸下来以后立起来，把它立起来。行了，别动了。立起来以后，把这卸了，把这儿前边的螺丝。下边，链接绳，把链接绳卸下来以后，要把它卸下来。把卸了以后，把它抬下来。抬下来以后，你看，就能把这个带俩人夹下来就行了，这就完事了，你就可以再重换带了。